这个确实好了，我们就要玩这个星球外传了，战士职业，梦回大秦手游，我就玩了这一次吧，三大职业都给他玩一顿，之后再讲其他的吧。要去哪里呢？然后重点我摆在他的就是技能的释放啊。嗯，可以参考一下。我看这边他普攻的样子，这就是剑士职业。你们稍微参考一下。挑战他。哦，这边你看一下技能嘛。变身。主要给你们参考一下他普攻。有这些，他其实可以聊天。我去把这个mission完成。